我是 SH48 Team S2 的陈思。去年我的总选宣言是希望进 TOP 16，结果你们给我投了一个第38名，非常好。来，鼓掌，鼓掌20秒。嗯，那么既然进 TOP 16这么难的话，我们今年就把目标降低一点点吧。那我们今年投第一名吧。嗯，那么我只想说一句话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给我投票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谢谢你们。